妈咪，就开门，有人来了。我的 See You Tomorrow 你带了没有？我哪个？啊？在哪带的？什么叫 See You Tomorrow？ 金针菇啊。你老人家搬风景屋肯定早搬了。对吧？没啥。回多长时间了？多晚了？啊！有的等到上初中再回来，哎，我觉得你这个肉做的很好吃。啊？辣的啊、哦！这个肉真的好吃。那不是废话吗？好辣！对于我们湖南人说来说，真的很过瘾。对。但是我确实没有以前能吃辣了。你们来这边之后，吃辣能力退化吗？让小的出来吃饭。哎，这虾都挺嫩的，是吧？挺好吃的。这是阿根廷是吗？有一点，嗯，就是比较难吃。对，我就是没有以前厉害。这个就是它对的地方、超级它是有规律的。站起来，我得吃不辣的。它一定要有那种认证的地方。对，这豆皮虾火锅超好。那种物流公司。刘总要吃米饭，要吃米饭，我现在煮。先生肯定要吃啊，我不吃米饭。哪有吃火锅吃米饭？对啊。先生肯定吃的是吧？嗯，你吃点粉不就完了吗？你还要吃米饭，我操！先生还聊一下，我们得吃米饭啊。吃米饭。这菜你不吃米饭那不行。我。阿星。